就你们两个小短腿还能跑过我？嗯，你才小短腿呢！毛毛加油，我们一定能。拜拜了您了。我是丁一鸣，那个双黄蛋空投是不是我的？想要拿走空投，还得完成我最后一个挑战，用一根吸管挑战拿起这个瓶子，不允许借助任何外力。这个简单，老师我来。肉肉，拿到空投了吗？没有，还要做一个实验呢，我失败了。啊，我最不会做实验了。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们耍赖干啥呀？还拿不到空投。老师，做什么实验？用一根吸管把这个瓶子拿起来，不允许借助任何外力。一根吸管？别想了，反正你也做不到。谁说我做不到？老师，这个空投啊，一定是我的，我挑战。行吧，开始吧。哎，老师，你看好了。油膏表现不错啊，这双黄蛋空投啊就是你的了，谢谢老师。嘿嘿嘿，你俩呀完了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